国家主席习近平四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，欢迎菲律宾共和国总统费迪南德·罗穆尔德兹·马克思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。天安门广场上，鸣礼炮21响。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委员王毅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。陪同马克思访华的有总统夫人、前总统兼众议院高级副众议长、众议长等。军乐团奏非中两国国歌。马克思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。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。马克思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。